南韩知名实况主契儿妹来台徒步环台，那么昨天晚间是来到了基隆庙口夜市大啖美食。而当时巧遇一名才8岁大的小女童晴晴，竟然可以全程用流利的英文来跟她对谈。小小年纪就有惊人的语言能力，立刻引发关注，也让网友看了大赞，她是超棒的国民外交。你们的小孩？ 眼见南韩直播实况主契儿妹现身基隆，头戴兔耳朵的小女孩立刻上前送礼欢迎，还利用流利英文自我介绍。This is my name in English and this is my you have YouTube. 小女孩完全不害羞，全程和契儿妹流畅对答，介绍台湾。小小年纪就说着流利英文，也让契儿妹直呼厉害。 Your English is really good. Speak Chinese, Taiwanese, English and Spanish. Hola. 不止英文好，就连西班牙文也能通。小女孩惊人的语言能力，惊呆众人，很难想象，其实她才年仅8岁，她是来自基隆的晴晴，多才多艺，不仅英文程度已经达到全民一姐中级，也曾获得爵士鼓比赛冠军，甚至还会程式语言。送契儿妹一个这个，通常很多外国人他们都不认识台湾，所以我就有这个让他们认识台湾。过往疫情期间，晴晴就曾利用全英文示范快筛，引人关注。 7岁时，更曾登上百越嘉明湖。这回巧遇契儿妹大秀语言能力，再度掀起热议，展现满满国民外交能力。记者蔡志恒，基隆报道。